早餐我们会准备在厨房，好不好？那安全组会帮他准备好。放心，你总策划，你来了，快点来，把奶奶交过来。我没有，我坐在旁边，我在旁边。好了，那我们大家要开始了，看这边。好，看我们那个帅哥，来，进来。先生进来。都进来。